Hello. 주말되니까좋네요中立火车站前面等车的时候，啊、就有个人就骑车过来跟我说：“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请问那个中原夜市怎么走？”我就说：“你就沿这条路直直走，一下就到了。”他说：“哦，那骑马多久？”我说：“骑马更久。”啊，这个只是过程中发生一点小故事。可是我遇到很多很久不见的，就是他们都跟以前不一样，我应该也跟以前不一样，就是有的真的是以前还有很多的交集，但现在是没什么交集，就变得有点熟不太熟，所以刚问好的时候只能说，哎、欸、那个、欸、你还好吗？你最近好吗？你好不好？之类的，好，哎、欸、你们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那那首你好不好？来吧。